下子开始发生冲击。 你是一个卑微的婢女，竟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我是你的主人，主人又怎么样？我可不怕你这个老女人，啊，那是你那么厉害，就像是生了儿子的，哼，嗯，不应该说，就跑，就告诉亚伯兰，你既然口气狂野，要叫叫，很口气吧？亚伯兰一定会几个和宝贝我的。 因为我有了主意，我才能好一些。小天呐，嗯，我先去歇歇。夫人，我还有很多活要做，我要洗马桶，清洗帐篷和卫生口，还要……这些事儿啊，叫校长做好。你先去歇歇。嗯，是的，夫人。嗯，校长，嗯，听到我的话没有？赶快干活啊！什么？ 我自己不干，你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可是你的主人啊！你只是一个婢女，我说话你就得听。亚伯兰，我说，我喜欢怎么样对待你都可以，他由得我。有点勤快点，你不把所有的活做好，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不能当你了。我不行了，快点，快去给我跪下。 我让你明白，谁才是好汉？你这孽子后啊，在家当了一个男孩，我们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在我69岁那时，耶和华再次向我显现。 他向我保证，他必定守承诺，把迦南地赐给我。又预约说，神必做我和我后裔的神。从此以后，我的名字不再是亚伯拉罕，而要叫亚伯拉罕，因为神已经立我做多国的神。我的妻子就是叫撒拉雅。
上一代啊，无论神吩咐什么，我们都得顺服啊。因为神是我们的主嘛，他是我们的王啊。不可以，不可以，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伊达的身上。哎呀，萨拉萨拉，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这样做，我想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吧。啊，这样。但我们不明白，但我们要有信心呐、啊！信心有信心，再神有信心，就说了几百次了。好吧，我虽然不知道谁要做，但我记得他的恩，他要我们的后裔成为大国，他一定会信守承诺的，是不是？嗯，他一定会。嗯，好，咋了？你懂得这样想是吧？那天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把我和沙莱唯一而且是老来说这个伊萨带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啊，在那里烛坛把台摆好，准备伸手拿刀向伊萨下手。忽然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阻止我，不要伤害伊萨。耶和华兑现了他的承诺，他要使我们的后裔成为大国。你好，我呀又承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里，神要接我回去了。哎呀，不要说这种话了。我都127岁了，也是时候要走了。临走以前，我有话对你和雨夏说。嗯。哎，一直以来，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面对多少人之处，我都不害怕。人民在我身旁，这叫平安，后不忘。我不再是世界上最现实的女人。别多说了，爸爸，你真是吧。
己很善良的人，这里来跟你们分享你们心里的情谊乐，我们很有味道。愿你品质和你之一一咬一口，两条腿关系是周响亮的。